抓住东仪的手。那你等一下，妈妈要先进去一下台。好。上船。对。好，走，对，走吧。上船了。对，上船。他们在上面哦。上船。对，我们上船。我们上船了。对，我们上船。好，坐得上，里面也可以坐了。上来了，上来！我要到前面去。要吧？要啊。可是这个的太大了吧？他应该不可能穿吧？他有小 baby 的啦。阿公在照相了耶！拍一张啊，快点！快点，我们全家拍一张。对。阿公拍。拍好了。去拍，你去拍。阿公拍。阿公拍，阿公拍。有看到安杰吗？照相给我们看。还没有唱。好，你转头了。嗯。那转回来的时候刚好拍下去。再来一张啊，没关系。拍下去。啊，你不要戴帽子吗？好，有遮雨的，还好。遮雨。拿起来穿，好，那还没有拿到救生衣的贵宾，我们工作人员都会送到你的手上。那穿法非常简单，就像夹克式外套，把它上去之后，前面有三个方便扣，上中下依序把它扣上。后面还有两个袋子，两个等一下都会拿给你哦。后面还有两个袋子，两个袋子绕过我们这个胯下穿到前面来。好，那前面还有两个扣板，松紧再做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哈。那每个人都要穿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救生衣哦。那我们工作人员等一下也会一并送到你的手上哦，稍待一下好。各位贵宾，我们要准备慢慢的带领大家前往龟山岛的方向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帮大家安排的哈，总共有两组客人，所以我们有两个团体会分成两个行程。哦，一个呢就是要带领大家去登岛，那上岛呢，我们共同的行程都是绕龟山岛一圈。哦，共同的行程都是绕龟山岛一圈。那如果等一下要登岛的贵宾呢，我们会有专业导览人员带着你上去，会在岛上停留更多小时的时间哦。
那另外要去看海豚的呢，就留在我们这个船上哦。我们的船家呢会带领大家去看海豚哦。那这两个行加起来，哦，这两个团体加起来形成。